目前最强烈的愿望，目前一定要身体健康，然后平平安安，然后再有好戏演、好歌唱、好的舞台、好的表演的地方，可以了。如果过后会有一些不错的本子，之前没有演过的类型，我还都挺想尝试的。如果类型重复的话，我还希望它本子里能有多一些新鲜的东西，多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吧。嗯，你什么时候换头像呢？换头像？嗯，哇，其实我有想过这个换头像，我还自己研究了一下，研究了一会儿，这个事儿好像被什么工作给划过去了，然后就忘了。其实我也早就想过要换头像，但没有一个那么合适的头像换吧。嗯，你平时自己臭美吗？以前很臭美，年轻的时候的我很臭美，现在不臭美了。以前出门还喷香水，然后必须要精致的打扮完了之后才出门，现在就是裹个工作服就走了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每天都上班啊，拍戏就像每天都上班一样，说又是很接地气，或者你在的那个地方没有多么多么繁华，所以就会形成一个那样的一个情景里吧。平时是怎么保持体重的？体重，晚饭少吃，晚饭尽量少吃，不是特别累的情况下多跑跑步就 OK 了。抖音。